千万不要破坏，千万不要破坏副刘海区的修延长度。枕骨偏高的顾客，这个方法极为的好用，同时既可以完成修饰，也同样可以达到了减龄的效果。滑到副刘海区，这些长度千万别被剪短。脑海当中弧线的一定先有了美感，才有你这个动作。每次在剪的时候，先思考再下刀。提升角度，磨角，让外线变得更柔和。用结构上的磨剪和点剪来完成外线的柔和程度。好，整体的刘海就完成了，达到了一个减龄自然的刘海效果。